家好，我是傅能芳。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新的游戏，这个游戏叫绝地逃生，很好玩，有一点像那个 H1Z1， 但是这个更刺激。这跟 H1Z1 一样，如果你说一个别人觉得不好听的话，他们可以直接飘杀你了，所以我希望这次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吧。哦，这次我又要假装我自己是中国人，看他们相不相信。Let's go。Hello， 喂，你好。这里你可以有一个队友在里面，不知道他在哪。他不说话吗？哎，你是中国人吗？我是啊，我是啊。你不是女的吗？我觉得女的长得比较好看。哇，好好看哎！我这都是中国人了。哦。Oh shit！ 哎，他在哪儿啊？啊啊，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好，来了来了来了，我跟着你吧。哎，我没有开呀，为什么自己开的？哦 shit！ 哇，这里好多人啊。对啊，人很多。OK，let's go。你知道我的人物吗，师爷？对了，你是哪人啊？我是哪啊？中国的，你呢？中国哪里啊？我问你。广东的。诶，我都是。嗯，你好啊。你好，你好。过来这边吧，这里有很多东西拿。他也是广东的，好尴尬。如果他说广东话怎么办？啊，谢谢，人真好啊，这些中国人都挺友好的。你也是广东的是吗？广东哪里的？我粤语不太好。我是广东潮汕地区这边的。我也是潮汕的。嘎吉南，嘎吉南，嘎吉南。嗯，嘎吉南。这里有个锅。一个锅？做饭的锅吗？可以保护你的菊花。就是那种。什么意思？这个没得，对不对？我真的有一个锅啊。我刚才不中箭，偷卡。啊，你在跟我说潮汕话吗？对啊，你不是潮汕人吗？对啊，可能我们的镇不一样，我的村子有点偏僻。哦，那应该就是了。我们这边的潮汕话有点奇怪。我们可能说的比较硬吧，你们那边说的比较软。那我们就用普通话吧，普通话。这里有你可以用的子弹，5056。有背包吗？这里有。哎，我操，谁啊？小心，他在那个啊，我旁边。那、哎、你为什么不救我啊？他现在在外面。我还没有枪。你没有枪，他又进了那个房，我死那个地方，他在拿我的东西，快去杀他。后门，对对对，他就刚刚跑出去了。你拿什么？你要拿这个杀他呀？操！我要砍死他！哦是，你干嘛呢？哦，不错嘛，还可以啊。哎，我们加 Steam 吧，加一个 Steam ID。China number one, Korea number five. 哇，好真实的感觉！我在飞，我在天空飞，
我在飞呀呀呀呀！哇，这个 head dive， 哇！我只知道我旁边有人。对，有两个人。他们听不到我说话吧？听不了，听不到。你西巴罗吗？你西巴罗？去你！你西巴罗吗 ？Fuck you！ 你西巴罗吗？哎，帮我，救我，快点，他们在欺负我。你洗白了吗？你洗白了吗？洗白谁呀？啊，我操！你说去？你确定他们听不到我们说话吗？我觉得他们听得到。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Okay, third time lucky. Here we go again. Korea number 5, China number 1. Korea number 3. Korea number 100. 好疯狂。 OK, 我们找一个枪吧。我的枪，这不是枪，这是什么？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啊。还行吧。嗯，高中学的。Are you sure? Yeah.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留了，小心点。他们去找你了。哈哈哈哈！好险！好险！run. 但是我扔了一个 grenade， 扔了一个什么？我操！高中会教这种东西吗？有啊，高中都教 grenade 这个单词吧？他是不是开始怀疑我是外国人？兄弟，你不是中国人吧？我不是，怎么了？What the fuck？ 哎哎，你竟然骗我！哇，这也太过分了吧！杀外国人可以去网易云云加速器领 VIP。网易云云什么？怎么会这样啊？合理击败136万老外，超快感言。他们在世界大赛击败中国战队，他们在社交网站蔑视中国玩家，他们在游戏中欢呼 Thank goodness no， 我们不是止汗。哇哦、wow。好吧，那什么加速器 ？OK，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呀，这个有点过分啊。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可以在下面关注一下，我是奋方。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评论一下。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游戏，可以多玩一会儿，多玩几期怎么样？我是奋方，下次再见，拜拜。